哎，打给贺，我洗偷刀，我现在来到嘉义这里了哦。然后在旁边的这个餐厅是竹鹿烧烤店呢，它是一间在地人他跟我推荐的烧烤，是说自从我们开始拍摄吃播影片以来，好像我们都没有拍过烧肉片哎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期待我们今天烧肉片的表现呢？那等一下我们一起进去吃吃看吧。那这些肉片都可以都帮我先出一份吗？我还要想要跟一点干贝。那有什么需要再跟我们说就可以了。嗯，好的，谢谢你。好 ，OK 啊，各位，我现在已经就座了哦。然后店家他刚刚已经把我点的东西都上上来了。我是先点了他肉品的前十五样啊，我们想说先吃完，再把剩下的肉都点完了。不然他这桌子感觉应该是会不够大了。啊，对了，刚刚店家他有招待我，他们单点的大白虾还有大干贝，我是感觉这真的很大嘞。这边的火还蛮大的呢，肉感觉很快就熟了，哦，已经焦掉了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牛肉了，我们先来吃吃看这个不沾酱的牛肉。这种用炭火烤出来的肉啊。我们咬下去的时候，嘴巴里不只是牛油的香味，同时也会有炭火香在嘴巴里蔓延开来。但是我觉得吃这种烧肉，它节奏要非常的快哦。如果我们都慢慢来的话，我觉得每样肉都会烤得非常的老或焦掉。不然等一下吼，我们这一盘干贝，我们就用火锅煮下去吧。还有这个凡力贝啦，我觉得一起跟干贝煮下去吧。我觉得店家还不错哎，我刚才烤了一盘肉，他们就帮我换网子。那这次我们就直接烤这种比较油的肉。OK 啊，各位，我是觉得他这边肉类太多种了，你要我一次讲出所有名字不太可能啊。他就说我是今天应该会以整体吃肉的感觉跟各位分享这种心得啊。哇，这烤肉速度真的太快了，我肉一下去我根本还没有开始吃就必须要夹起来。那我们先来吃第一盘肉。
你是说放在盘子上已经放到整个焦掉了？这个肉本身有腌制过，它整体是带有甜酱油的腌制味，还不错哎。正在烤第三盘，这应该是五花猪吧？哦，这次我们五花猪就烤得很漂亮哎，哦。这个五花猪品质不错哎，嗯，哎呦，那接下来我们来吃一下店家招待的白虾了。它这一份单点好像是99元呐，两只大白虾。嗯。我觉得它这白虾体其实算很大，可是我觉得它的新鲜度可能就……但是店家他很贴心的帮我们把白虾壳去掉，直接烤。先看一下，去壳白虾。还有我们刚刚煮的板栗贝，还有干贝，应该要拿起来吃了。先来吃吃看大干贝，哎，哎，各位给你们看一下，它这个是真的干贝柱哎，哎呦，不得了哎。哦，我们再吃吃看板栗贝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我吃了这个干贝之后，板栗贝完全都没有感动的感觉。哦，这干贝太强大了。哦，我很喜欢吃这种东西啊。嗯，哦，吃一口干贝，喝一口汤，好享受的感觉哦。嗯，我觉得我要去帮这锅汤加一点调味料了。我拿两碗葱回来调味一下的火锅，那我们先把桌上这个小盘的肉都烤掉了。我真是真心觉得啊，一个人吃烧肉会非常的忙啊。哦，看我这旁边有一盘很特别的肉哎，先烤下去哦。
各位抱歉啊，我搞砸了，我把刚那三盘肉变成炒肉片了，谁是谁完全分不清楚。那我们就把它吃掉吧。这炒肉片里面有这种肉，五花肉，我觉得它的肉质可能没有像其他肉这么嫩呢，但是味道的话也是还蛮香的。桌上附的饮料是麦茶，我觉得这个还蛮清爽的。那它旁边有这种比较薄的烧烤片呢、啊，我们就用火锅来料理它们吧。OK 啊，各位，这种比较薄的肉片，我觉得还是要用火锅煮比较，不会把它烤得太干柴。那来吃吃看，我觉得刚那盘肉太多筋了，各位啊，它这应该是猪肉片啊，吃起来非常的软嫩的，哦，咬下去有日式酱油味道，还有洋葱的香味在嘴巴里散开来。趁这个空档，我们把最后一盘肉也铺上去吧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可以跟你点菜吗？可以。好，谢谢。至于他这边菜单上有画到香肠，还有鸡肉部分呢、啊，因为它是在烤肉中比较难烤熟的，所以我想说我们今天就不要点了啦，不然我这一个人会来不及在时限内吃完。这边稍微帮你加一点汤。哦，好好，麻烦你了。行哦。我是觉得说他今天收了这个服务费，但他们这个换网子还有加炭火频率，我觉得都非常的好。先来吃一下牛肉片，
刚刚他摆盘的样子看起来这么好吃，可是吃下去的肉质却……接近三倍。嗯，谢谢。既然我们的肉片都已经点完一轮了，我现在就开始以我方式自己来点菜了。所以我刚才是点了40颗解恐干贝。嗯，谢谢你。两小排。哎、欸，好的。我等下去帮你换个陶网。哦，好，谢谢你。谢谢。好了，我刚刚加点的肉都来了，那我先把这碗吃掉啊。欸、稍微帮你炒一下嘛。哎、欸，好，麻烦你。刚放完烤网，都会建议刷这个薄片的肉片，建议都是放中间烤，然后建议是在肉片还没退冰之前就先下，因为它退冰之后会稍微比较容易出水，出水之后就会比较容易粘烤网，因为它油脂还没出来。油脂。那这种像鸡软骨啊、肥肠，包括等一下的羊排，它都是腌制类的食物，它都是有加一些酱料，就是有酱料的东西它都比较容易烤焦。建议就会沿着炉边烤，因为我们这边是中间火最大，旁边火最小，因为旁边我们有抽风，它会打一些盐吸下去。所以建议像这种薄片的肉片类都是放中间烤。那鸡软骨的部分的话，它因为有腌制过，它本身就比较厚，所以就是会建议放在旁边小火烤。像现在完全平均出水都可以翻它。鸡心也是一样的，有加沙茶酱去腌它。那鸡心的话，都会建议说用我们有都有剖面，剖面的鸡心的话，就是建议放下去，先让它定型。嗯，谢谢你。那再帮你点一些菜吗？嗯，好啊。那些肉都烤好了。哎、欸，先帮你换个烤。哦，谢谢你。谢谢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他们有帮我烤，整个肉的状况就是不一样。我刚刚自己烤，简直是。羊小排。这边蛤蜊跟泰式包。整个咬起来非常有嚼劲啊。你再吃一下卤大肠。嗯，它这个大肠它本身就是先卤过，它只是再拿到炉子上烤。嗯，这味道是好吃的大肠，而且在咀嚼过程中，大肠它释放着大量的油脂出来，我现在嘴巴整个都是肠子的香味。嗯，真的交给专业烤吃起来就是不一样。只不过它的羊肉似乎肉质都非常的老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再吃看鸡心，它是鸡心烤恰到好处哎，所以我们再吃鸡软骨，那我们来吃刚刚煮的扇贝了。那趁这个空档啊，我们把刚刚叫的梭海鲜能煮的都给它煮下去吧。那我们开动吧。
吃完了。哦，刚刚我还要点了一份泰式花枝啊，先看一下。OK 啊，刚刚我们煮的火锅应该是差不多了，可以吃了。哇，泰式花枝，哇，酸酸甜甜的，好吃哎。那我们来吃一下一般的白虾，这跟刚刚的虾子比起来，是不是就稍微小只很多了？可是他一样有帮我们去壳，哎，哎，很贴心哎。今天我们这样吃一餐，加服务费593元，他就帮我们把虾壳处理好，哎，就像家里养的男朋友一样，会帮你剥虾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吃一下蛋菜。我对这种吃到饱蛋菜要求就是说，它不要腥，一切都好说。它这边的蛤蜊我觉得很厉害，哎，你们看一下，哎，它这个蛤蜊并不是那种可能在市场买一袋80块或是100块那种大球蛤蜊，哎，它是，哎，很有诚意，哎。再吃这个深海鱿鱼，嗯，能被这些扇贝填得满满满，我觉得这一餐值了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所有食材都吃完了，我们一起去吃一点甜点吧。OK 啊，各位，我是吃到最后面才发现说，它楼上还有冰沙跟冰淇淋呢、啊，而且它冰淇淋就有哈根达斯、明治跟一个水果冰淇淋的不知道什么牌子。那我们现在吃芒果冰淇淋。哦。刚刚吃这些东西已经吃到嘴巴非常非常非常的疲劳，可是它这个芒果冰淇淋好爽口哦，提拉米苏冰淇淋，哦，我天哪，它这冰淇淋里面包含着蛋糕的口感，这咬下那瞬间，我感受到满满的喜出望外滋味。还有，它这边现场有3种焦糖口味的冰淇淋啊。
觉得今天吃到这一餐，我是充满了满满的惊喜感呢、而且它这边桌边的服务，我觉得是让我很惊艳的地方呢。那等一下我们结完账，你就出去做结尾吧。好了，各位，我现在到了今天要下榻的旅社了吼。那我们来说说今天吃竹鹿烧肉的想法吧。今天他吃一餐加服务费是593元呢、这间店的位置我觉得它是非常棒的，因为它周遭有非常多可以免费停车的地方。如果有在地人住这附近的话，你们应该就知道，今天用餐的时候，我是觉得他们服务人员整体来说都是非常的热情呢。但今天他这边整体体验，这家店我会给他4.5颗星呢。他们这边换铁网是非常的勤劳，就算你只烤一盘肉，他们觉得这个该换的哦，他就帮你换起。还有说，我觉得你的火不够大，我帮你加炭。这是哪家烧肉店做得到的？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里喽。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那我们下个影片见喽，拜拜。